Hello， 欢迎回到影子的游戏空间呢。那我们继续玩 To the Moon。哎，发生什么事？怎么了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那我们利用 Jump 传输回去，再检查一下其他的记忆吧。哦，所以没有来这边。是不是有点太早了？我们应该往更后面一点。这个？天哪，这也一样。按说应该有一些变化。有些不对劲，这些记忆好像不仅仅是简单的重演，他们简直是完全一样的，怎么可能？愿望已经被传输了，不是吗？他什么意思？看一下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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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放那个要打 boss 的音乐，什么意思？好吧，缺点确实不对劲，怎么可能所有事情都一模一样？那我们再次确认吧，我们需要进入他最后可以进入的记忆。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啦，老年的时候。这也和他最后可以进入的真实记忆设置相同，我们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了。如果这确实是同一段记忆，他就会在雪莲娜看着灯塔，颜色不同了，跟上次来的时候。那我犯什么？Johnny， 真是令人惊喜的拜访啊！目前还没有多少人来过这一带，这是跟上次一模一样，又是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我是 Dr. Eva Rosalyn， 这位是？什么？别想再让我说第二遍 ，Dr. Neil Watts， 你这样 Sigmund 人生构建机构吗？哦，你们两个来自那个机构吗？太巧了，我正打算给你们打电话呢。Lady， 帮我们沏茶吧，这跟之前一模一样。Lady， 把他也冻结了吧。然后呢？你先走着，我再去传送一次愿望信号。看这里会不会发生变化？我敢肯定传输进行的十分顺利。这有变化吗？一点都没有。怎么可能？就算他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，为什么这里一点变化都没有呢？可能需要某些东西来刺激一下，以激活他的愿望。从他早年的记忆。尽我们所能，越早越好。走吧。我们需要刺激一下 Johnny， 增强他去月球的愿望。那么。还可以改一下海报的吗？搞什么？要放的电影怎么跟他们说的不一样？好吧，你建议吗 ，River？ 不，我喜欢这个。那就行，我们走吧。希望这样刺激足够。
等等，你又去哪了？去月球，亲爱的。Yo, Henry。什么东西？我的天，我实在太累太饿，没办法创建出像样的电影了。也许我该去看看 Johnny 有没有变化。真抱歉让你一直停到现在的火机。都一样，我在想个其他法子来点燃它，那不是在哦，这个真可笑。滴滴，也许在这能起作用。各位稍等一下，有点暗，我先去开个灯。要保护眼睛啊，太暗晚是对眼睛非常不好。现在没时间陪他，真残酷。跟之前都一样，你们这两个家伙在这里做什么？这个不一样了。要开始，我们去占个好位置。等一下，我不记得发生过这件事，一定是有什么变化了。这里。不能点，哎，别急啊！等等，这并不是真正的改变，这是。啊正如你们所知，我是国家航宇航局 NASA 的荣誉代表。今天我来到这是为了让你们了解它。背景音乐 Timmy， 好难听哦，什么背景音乐？哇，爆难听！不好意思，我走题了。言归正传，我想你们大部分人都想知道。我可以在探索另一个世界时做哪些很棒的事？享受金星的芬芳，在土星的光环中逆时针顺游啊畅游，或者也许只是到月球的背面乘凉。那么在国家宇航局，我们相信只要意志坚定，每个人都潜力无限。可能是你，或者你。我这可能是你，可我不想去月球。那么你真幸运。等等，你说什么？为什么不想去？为什么？我为什么会想去？我待在地球上很快乐啊。好吧，你就一点都不想吗？不想。为什么要想呢？一点点不想。不想。有点怪怪的。好吧，作为国家宇航局的官方招聘人员，我将向你们展示一些月球资料。流汗。首先，月球已经诞生了45亿年。你们知道吗？它的表面积只有整个非洲那么大。这可是真的。事实上，如果你想骑自行车环绕月球一周。此外，这里从这里发出的光要 1.5247 秒才能到达月球，就算你飙车过去也得花上130天。这么早就知道了，怎么会有人知道这么厉害？最后一点，也是很重要的一点，去月球将你发家致富举世闻名。我们都知道，有名有利等就等于偶像了，所以。以上就是我演讲的重点。记住，国家宇航局欢迎你们每一位。
尤其是有棕色头发的人。因为 Dr. Watts 也是棕色头发。怎么样，就表现如何？我相信洋基可能不会雇佣你，但这噱头应该够起作用的。因为我可是很努力的好吧。想不想看看这次是否成功？当然了，他们要去了吗？归队，金奖，完败，平手。哎、欸，别气馁，我们肯定一定有什么是我们能做的，比如这个嘛。所以 Johnny 到底为什么以后会想去月球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没钱继续建造这所房子的 Isabel， 我们的钱跑出来，但是你能够付得起月球之旅彩票的钱，有这种彩票吗？如果你买了这栋房子的话，你一定可以卖了这栋房子。已经确诊了吗？是的，事实上很少人，老师。干扰每一段记忆吗？你 是否知道国家宇航局提供卓越的医疗保健计划？千真万确，员工以及配偶均可受益。天马行空，看来一场婚礼，恭喜恭喜！不过你猜你们会去哪度蜜月？是鬼吧？妈的，玻璃真滑 ！Johnny， 搞什么飞机？哦，你看这根本就行不通，何止行不通，简直太可笑了。我们可是难得的专业人才，我才不会为了工作像白痴一样的围着他气急败坏的乱转。你确定？看吧，这也许是睡眠不足所造成的。早知道这趟活得通宵，我一定会带咖啡来的。同文，你真该应该看看之前我的创作电影。什么电影？哪壶不是提哪壶。总之，时间宝贵，再这样瞎搞下去也不是办法。咱们先休息到天亮吧。但愿 Johnny 能撑到那时候。我还得打几个电话。不可思议，为什么这一台机器一点都没有用？ Johnny 现有的去月球愿望成功被传输到了早期，而传输之后他一点想去月球的意思也没有。除非愿望之间，我感觉好甜啊，有点累。可能在这过程中发生了改变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，同一个愿望才可能在不同时间产生不同的两种结果。五个粉 River 在整个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。如果有什么事物可以导致核心发生变化，那它绝对是头号嫌疑。在所有的事件中，究竟哪一件导致了变化呢？ River。
到底做了什么？太阳出来了，整晚上坐在这边想，天哪，这个就是敬业精神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整理出头绪来？去找你有吧。怎么走那么慢？之前有走那么慢？现在大老远就能闻到那只被尼尔碾死的松鼠尸臭了，怎么可能？都传到这里来，太夸张了。一样的。怎么样？勉强撑着你们那边呢，我们还是无法取得进展。你最好快些，我们时间不够了。如果你再找你的同事，我想待在厨房。你有在厨房干嘛？厨房是这里。不，我知道那个，但是，好吧，你确定在他的记录之中吗？这在他的记录之中吗？那为什么又一次对我们保留了部分讯息？至少也该告诉他床边的医生。你从哪来的咖啡？嘘。你和总部在说话吗？是的，待会我再和你细说。现在是。我可以动了。帮你开灯，这么暗，有伤眼睛。曼吉斯该不会是？你在哪找到的？灯塔里拿的，就在我们开工之前。现在最后一次。对，这部分我们可以做做看。但我不太确定，我得先检查一下。但如果好了，我想知道。啊，好了，不能干嘛？什么？他没有剧情吗？讲一讲话就没了。机器不能动。嗯。我们去楼下其他房间看看吧。妈妈，我不想去上学。今天星期天，亲爱的，不用上学，让他们睡吧。在小时候都会想，都会有这个想法，都不想去上学。可是呢，还是得去上的，对不对？要走，跟我讲话。那两个小家伙不知道，不该这么晚才睡的。不过也怪我没看好他们。算了吧，这次情况特殊，我知道。不过，我真的累坏了，肯定也比我累。我确实得休息一会儿。你要是想问点什么，容我先坐下。那就坐吧。好啦，可以问了吧？喏，你是不是有想事情想问我？莉莉，说实话，你这样的人在这工作挺难得的。毕竟你带了两个孩子，我是说，也没那么糟。其实校车正好经过这里，可你刚开始是怎么到这里来的？这个几年前我丈夫去世了，发生了什么？当时他正在服役，他们是最后一批派驻海外的部队。
抱歉让你提起伤心事。那段时间真的非常难熬，我们没什么积蓄，就业情势又相当不妙。Johnny 看到我登的广告，就提供了这份工作，我万分感谢的接受了。而且这是个安宁和祥的祥和的地方，能让我减缓痛苦，平静下来。政府不是应该为烈士遗孀补发补助金什么的吗？确实如此，而且最终我领到了补助金。很奇怪，怎么今天一直打哈欠？但后来专利自己也遇到了一些麻烦，他需要我的帮助。Tommy 和 Sarah 很喜欢这个地方，于是我们就留了下来。而 Johnny 他也非常乐意，我会想念他的。我只是想过，他真的非常需要家人。那你打算怎么对孩子说 Johnny 的事？我不知道，大概会编个故事吧。不过恐怕也瞒不过去。现在孩子都早熟，他们会明白的。不妨只说这是人生，没什么好隐瞒的。未来，这是你的全职工作不是吗？事情结束后你有何打算？还有什么可以做？在城里找份工作活下去吧，我想。这算挺不好意思，但我会怀念 Johnny 和这个地方的。或许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回来看一看。好，就这样。那个。家里昏迷之前告诉过我，你们可能很快就到。他说他自己有可能已经没机会了，但是他希望我能代表他向你们致以谢意，所以谢谢你们，人这么好。哎，这么好的人就要去世了。这也能干嘛？不能干嘛？你再回去找 Dr. Neil， 刚刚讲完电话了吧？你还在讲？哦，讲完了。嗯，什么情况？看来我们的小 Johnny 过去有些隐藏的记录，隐藏的医疗记录。确切的说，显然他小时候医生给他开了大剂量的增强型 B 阻代剂，什么意思？巧得很，这然后对我们神奇的记忆正好有点那么副作用。阻代剂。Johnny 并没有心血管疾病，不是吗？显然没有，这可是值得我们探讨的。如果当时恰恰就是为了利用这种副作用，加上了如此大的剂量，那么对于他服药期间的记忆，必然影响非常巨大。你认为这就是我们无法进入他早年记忆的原因？反正不是机器问题，这点我可以告诉你。维修人员冲我大喊大叫，因为我错过了他们。那现在要怎么办？我已经拿到修正后的频率，这样我们能够顺利跨过阻碍剂的阻碍。一旦我们进入他的童年时代，把愿望传输到那个时候，应该能赶上见效。那我们还等什么 ？Let's go， 只差一步。当然了，我们总是只差一步。要激活新频率，我们需要一个触发器，什么东西？一个在那段失落的记忆里强烈存在的东西。个人为什么一直打哈欠啊？啊，发生什么事？然后把这个东西交给 Johnny， 这样就能从他的内部激起他的回忆。我们怎么找那样东西？我们只瞥见了他儿时的记忆冰山一角。而且，就算我们找到那儿时的照片什么的 ，Johnny 还昏迷不醒。是啊，又回到原点了。
知道，现在在去年 Nora 那件事之前，这份工作对我来说还不算太辣手。同感，怎么样？Nora 是上份工作很累吗？我受不了了，我要出去透透气。你也太快了吧！那我把咖啡给忘了。看一下笔记，副作用就是干扰剂。臭死了！进进出出的烦不烦？陆地的动物一把臭死了，不就是它碾死的吗？对啊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孩子还在睡觉。等一下，最后那段记忆就是我们俩被困住的那一个，也有同样的臭味。你们俩在说什么？嗅觉受体和大脑的边缘体系是直接连接的，莉莉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什么？他的意思是，气味是所有感官中最能唤起记忆的。可以借此给予刺激，连接到他童年的记忆。还有一个好消息，虽然壮属于昏迷中，但他的知觉还没有完全消失。虽然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，但是感觉很厉害的样子，没错。好吧，这真是不错，真是妙极了。现在就去搞一坨陆地动物的尸体来就行，谁要去搞那个、啊？碾过去的人也是你。说得好，所以现在该你好好表现了。你这卑鄙无耻的混蛋！只要能帮上忙，我愿意。我愿意借你一双手套，好烂哦！才一双手套，我还以为他要去拿嘞。虽然这不是一次性手套，不过大概只能当一次性用。千万别让手刀再靠，手刀再靠近房子。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所以就是要出去抓那只死掉的松鼠。主似曾相识，每次都会跳。刚来的时候，那个松鼠也经过。怎么卡住了？完全是这份工作把我卷入这种事情。这么捧着满是细菌的动物尸体并不安全。车上有一个袋，这次看不懂。除气管，至少它能控制住气味。又怎么了？你要去哪？我这个去放水，放水什么意思？这里一团糟，身体撞乱了所有东西。有东西掉出来了，什么？啊，找到了。出气管，好了，拿到臭味了。
所以为什么 Johnny 会服用那些药物来阻扰他的记忆？太奇怪了。哦，嗨，拿到陆地的动物了吗？拿到了。棒极了那天，你先设置的他，我马上回来。你要去哪里呀？你要去哪？我必须去喂我的电子宠物。没错，杰。我一直是个怀旧的人，不管怎么说，你快去准备好，我随后就到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这家伙企图告诉我，没时间去管他了。当我们准备到达那个坐标后，我会发出讯号。到时候希望你们打开储气罐3秒钟，没问题。3秒钟够臭，差不多是你出场的时候了。你确定细菌都已经被封闭了？已经完全封锁并过滤过了。这对一个死人来说似乎并不是问题。你们要知道 Johnny 的病情正在迅速恶化，也许是最后的机会了。你们两个，不管你们在哪做什么，祝你们好运。好运是我们最不缺的，是吗？先存个档，那这段就告一段落了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喽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